虽然暂停巡回，万有一天老家人会知影我不是真正的民国，因绝对袂原谅我。不过我是感觉就悲伤，我的心哪会这么疼啊。现在我不是美国啊，我敢够发达这完不的计划早就用把报销，我敢够那能力会当带钱离开脱离我爸的掌控去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人生。要怎样艰苦，我记得阮爸爸常常讲，什么命，过什么天，哎呦，我又想袂记哩啊。我的意思就是讲，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要对你家己有信心，因为你是世界上上阿英好唱哥哥。是嘛哩安姐，那我相信我。以后我的小罪我的弥补更够令我意义，我只是里外不是人。走着就走心了，守着守着就分手了。小哥哥，听着听着你别惊，这萤火虫我要送给你，你就不惊看无未来要行的路啊。爱情的迎来与送往，就像日月星辰的交换，这乱就惯了，哇，散了，就算了。你看，这有身体一个萤火虫手电筒无？嗯，萤火虫哥哥，你真厉害啊！你摕萤火虫手电筒搞我照路，我教你爱。嗯。就在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最是花园里娇艳的玫瑰，不想成为用青春献祭的鬼。是被搞的鬼气。当然啦，所以我就又讲你会来家，因为你讲过，你就是伫这个所在，决定要接受苗文和你的挑战。不过我是失败啊，因为弥补对美国的亏欠，我想要尽量力量替伊保护伊的亲人。难怪我继续往听话，我已失去对抗咱良心的优势，我嘛失去老家的人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真正不知道应该安怎做啊！我得看，你根本就不需要我。不是，我需要，我需要你继续振作落去。我爸妈只是一时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就参照当初我知影你的身份的时阵同款。啊，不过我相信，因最后一定会看到你善良、搁温暖的本性，会知影你是为着要弥补你犯的错误。感情这样呢？你爸妈
跟之前的万年华算回来，我今年不知道何去何从啊。所以我来，我来陪你继续走路。想成为用青春献祭的鬼，而且你不怪我，因为挽留我，我有看到你的心意，多谢你。你不知道你原谅我，对我来讲有多大意义。你的手，你的手烧啊！你发烧。你已经起来，我带你去病院啦。你，啊！伟啊，伟啊，你靠近一点。